说看 open house 去，你想给我买豪宅吗？啊，明年中奖咱就来买。高高低低有坡的地方，那不是写的牌子吗？嗯，啊，这个牌子。哪家？这家。往里吧，往里，对，那个。没到呢，后边是个山坡。真高啊！后面好，后面全是山。也够老的了，看这墙装修的哈，有年头了。这实木，这么多年的事儿。行啊。I said I'm not putting it in my pocket. I'm asking him. 嗯，真逼了。哎，这里。这壁炉是真好，冬天也凉的。你看这暖气，这房子保养的好，装修的也瓷实。两个房间，三个房间，一个洗手间。就是 use the camera. Okay. And then do this. 这边是厨房。Does your daughter have a house in Richmond Hill to sell? 太漂亮。这个举价还高哈，比咱刚才看那个好，149万不抢 offer。还能讲价，低于149万能买的这个房子是吧？那就看能不能卖了，反正149万不抢 offer， 反正这个。这是两门，这是。嗯，你看，哎，这地下室装的也不错呀，哈。好，先看看主教嘛。那地下室装的，这人家装修这质量是装的真好，但是多瓷实。啊，地下室这不是那啥吗？走入式的。嗯，它这两个这门。走出式的，能出去。嗯。你看酒窖很漂亮。哦，这还有一层地下室。地下室有酒窖。哎呀。那酒窖，这酒窖很漂亮。喝冰酒，我看。它底下，你看地毯底下。哎呀，这。应该是搞音乐的，这不搞创作的，看。人家很贵的，唱飞机什么都有。这地下室也高哈，嗯，哎，这里我有个酒，装酒酒窖，就我们家那房子对面也有呢。哦，他这个门不是老的，这，他这酒窖，这是装各种葡萄酒的酒窖，每个你标明几几年买的，完了可以搁这上面做的，就是专门用的酒窖。这个屋在零上几度左右，嗯，冬夏保持一个温度，平时这门关了，这有温度计。这是地下室，老外这房子他不出屋，所以这房子保养始终住一年，他可能一个人搁这屋住几十年，可能他的父母就在这屋住了，后来就给他了，现在可能年龄最老了，都出售了。可是质量做多好啊，嗯，装修质量。瓷瓷实实的，卫生间就是人家那个结实。你看人装的这玩意儿多结实，万古千秋啊！哎呀，看装多结实。这个房也在出售，但是这个位置啊，看的人就少。这个房跟猴哥刚才去看那个，猴咱俩刚才去看那个，真不比那贵。但是这个地方啊，华人特别少，不愿意买。这块不是世家堡去，也是世家堡吗？世家堡也挨着湖边了，这么人少多了。这房质量真的没得说呀，60年的这房，嗯，咱宅住60年，这屋顶什么都挺好，院也非常大。这边就是华人超市啊，华人饭馆啥少，但是这街区也都不错。你看家家这多干净，街道宽。这房质量真是挺好的。靠边来去了。你是广东人。这房质量真好。哎，我问他这房多少年了，就说了老半天了，我也没讲明白，他也听不懂。往下走，下边可能就到湖边了。都到不了湖边，就人家这块还有卖房子，你看哪儿？这个是不是 for sale？ 卖了 ，sold。哦，卖完了。这个是卖完了。
这里有个公园，这公园入口搁这里就能进到那个湖边上。对，步行可以过去。男什么？买瑞尼呀、啊？都可以遛狗了。这边湖边这就普通民宅了。万家乐湖了。危险 ，townhouse， 可能是老年公寓吧，有个大门进来嘛，好像还不是公开的。还有门岗啥的，一排的排屋。哪有门岗？这里没有。看这房子都这样了，还有地下停车场，这是地下停车场。即使就你不买房，也多出去看一看，看那个这个比较比较。嗯。不买我也看看，只有哪块什么价位。对呀，我看房就当溜达，就像人逛街似的，就紧在湖边儿。这有小孩玩的地方，不是老年公寓。老年公寓它小孩设备呀、啊。这不小呢，这哈多少栋房子？你看，几百四，三十多栋呢，还有小孩玩的。对，这狗，哎呦我去，这出，哎呀，那狗长啥狗？穿衣服了，猴哥就看狗猫就乐。动、人家多密哈，这边是在马克汉姆。这不是哈，是，这路是马哈姆路啊，马哈姆路东边 ，Golden Wood 和这个金士顿路南边不远啊，这不那年来那公园吗？忘了，那年昨天领人来的，叫什么公园？啊，那是古建筑、啊、保留的吗？那天昨天领咱们来的这公园后边还都是举行婚礼啥在这儿。要进吗？没行、那也离家不远呢哈，我以为在大东边老远的呢。那里头就不让走了哈，不让走车了。是的，那保持那些古建筑。是的，那年咱们来过。因为咱来夏天是吧？夏天是。咱就这出来上了。对。这现在还没人呢哈，淡季。说这片草地，那边就是湖，就是这家的了。不是他家，就是这家了。这是好像是围栏都围上了。个人家不像哈、个人家，这就是个人家。这门号应该220号。这占地多大一块儿啊？全是湖边，这个盖老皮房、整个他家你看220号、这家地方可真他家，都他家可大了啊。这地方知道、你看那草地上好几只松鼠在那玩呢。赵先是跑马圈地，马跑到哪哪算你的地方。地方呢？我们污水处理厂啥的。不知道，这写的啥吧？465。哎呀，这不是冒烟了吗？污染吗？不是烟，都是气儿，不能让你冒烟。今天可出来溜达了，这现在我。你往那里走，又奔这里来了，奔这里来干啥？这是什么地方？电站子是啥呀？不是电站，都是工厂。你是什么厂子？死胡同啊，出不去了。这是工业区了，一片大厂区了。嘿，这不会英语，也不知道是哪儿啊。这不是？这还有个大烟筒。这都是气儿，都不是烟，不让喷烟。这是什么污水处理机构啊？查来的，刚才查出来了，什么工业用水啥的，污水处理的，净水厂似的，就像咱们那儿哈。咱把这车停着，上那走走啊。扔这得往哪扔啊？上那儿来垃圾桶。那有垃圾桶。天真蓝呢，还几天过年了。这么远扔那是干啥？走着走着，这那巧的，看看，这趟那趟列车了。
啊，你看这球，你看。啊，这球可真，这是追人。渥太华过来的。不能啊，这才几节啊。渥太华过来这是。就那么两节，这边就通往湖边了。这地方你狗拉的粑粑都得收起来，狗的大小便你看，就不让你往地下扔了吗？有垃圾箱。嗯，公园里也得收集狗宠物粪便。哎，对，他这个消口栓，这野外都整上了哈。每年要来检查，对不对？换的红牌。对了，我到旅馆里去。嗯，待会儿是核电站。这公园里人还不少呢，来玩来了。徒步，看着火车，都睡了。那边走的我都冷了，你看我喊一声没听，根本没听啊。走吧。找啥玩意儿？这是安大略湖，北美五大湖之一。啊，走吧，我冷了，这多半天了，哥几，冷了，我冷了。就这么自然生长。那是皮格林核电站，离我们这最近的一个，那么就是能看着了。啊，说今年又开始扩建了。哦，还能使用30年。使用30年。你摸摸这木头，真光溜，木太光亮碎葱，你摸摸。我摸它干啥？快走吧，好冷啊！你这待着没完了你。这个冷。安大略湖边，这是安大略湖，这湖水，大伙有老问，这不是海水，就是湖，淡水湖。快走吧，冷啊！你摸不着。哎呀，你想，那俩人掰不开木头，猴哥去一下给整开了。哎呀，这一家人要爬山去，可能是，这木头整不开了，一人拄个棍儿，猴哥到那咔一下就给整开了。好冷，冻死我了！这老鬼他不走，你说。现在跑火车那个岛，天了，太阳落山了，这就污水净化了。哎，这太阳，阳光，太阳要落山了。这条路是京士顿，你看离家多远？嗯，10几公里啊，13公里，不远。这那年你给一个老大哥，他有一个那什么叫茅台哦，哎，前面那是不是？啊，你忘了给他修树哈？我知道那个。他说那啥，半夜时候那些住客打仗，嗯，干啥都有，是不是这家？不是，没这么好房子。这房子破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他那是树子的里边哈。这是猫宁赛的。哦，都猫宁赛的了。对，你妈和母可在那边呢。往前面多大？只有猫宁赛两边。那前面就是多伦多大学了呗。对，这多伦多大学了。不是老婆，哎，前面。前面那就在右边。不是在前边呢。嗯。这个世家堡校区。我知道得过了这个大前边，这个、过了后面。这个。这不是多伦多大学，嗯，你看这门口写着呢。我知道，搁这上去，这个道往右拐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一个 college， 那块地还空着呢，你看，还没盖，那边地。前面的红绿灯往右转，全是多伦多大学，这都不是这边就是多伦多大学这块，世家堡校区，那边就是了。